Hello，大家好，我是红月。那今天呢，我找了片头啊，要来跟我们一起玩这个竞速挑战赛啊。片头你是生存大师，对不对？我不是啊，你才是生存大师。那、啊、可是我这冰果被你虐爆哎、欸！搞不好这次你可以虐爆我啊！你觉得你有比阿斯强吗？我觉得没有吧。好，没关系。总之跟一些不熟规则的观众讲一下，就是我们这个模式呢，就是会有得分制，就是他可能会随机出一些任务，然后我们只要完成那个任务，我们就可以得分，然后取得10分的就会赢了 ，OK 吗 ？OK。这些任务都是生存的东西啊，片头你是生存大师，应该会赢哦。没有，我不是生存大师，不要叫我生存大师好好。啊，我目前玩了2场都赢，你是不是玩到现在都没输过？啊，我也没输过，我们两个都没输过。我们现在就是王不见王，好不好？开始游戏 ，Go！ 然后我目前是选。我目前是选在那个村庄啊，应该这样会比较好玩吧，对不对？应该好像会。哎呀，怎么就有了？哎呀，他怎么是跳啊？什么意思？哎呀，这什么受伤？哎，你怎么受伤了？我打铁巨人。白痴哦，怎么你刚好有铁巨人啊？莫名其妙哎。哦。攀爬。这风景好像不太能爬哎。攀爬。好像可以，这样哦，有了，你太屁啦！我怎么那么快啊？我坐梯子啊，我也坐梯子啊。啊，就你太慢了、啊，跳进水里。哎、欸，完了，水里应该……哎、欸，这里没水，那就水。这里没水，我跟你说。哎呀，可恶啊！哎呀，这个运气怎么那么烂啊？哎呦，你怎么抢啊，片头？挖铁罐，这好像有点难哦。那我现在卡在一个奇怪的地方哎、欸。啊，你慢慢卡、啊，我刚刚好像有看到洞窟，我先过去。你不能这样子啊，片头。我先过去了，红月。哦。你靠铁矿了？铁矿吗？哟、啊。屁啦！你屁啦！你怎么那么强啊，片头？什么啊？我怎么知道、啊？我好像只会玩那种很难的那种生存哎、欸。啊，这个应该很难吧。对，这个应该不太可能。这个很难啊，我觉得我们先收几个物资好了，好不好？对，哦，看一下下一个是什么？什么？受伤还是什么？我先叠高，攀爬。哎呀！哎呀！没那么容易，好不好？这样呢？下一个什么？再次鬼怕？好像早上、啊、怎么可能啊？其实也不是没有可能、啊，好像有机会。哎、欸，你怎么跟我去同个地方？不是我刚去的地方。啊，你知道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什么？我就是靠苦力怕、喔，白痴哦、喔。哦，没有苦力怕是不是？啊，我们没事禁止 PVP 好不好？PVP 就不好玩了。哎呀，可惜都没有。弓箭手为什么那么多弓箭手啊？超扯哎、欸。对啊。哦。啊，你有移动光源吗、喔？还是你有开那个光之类的？哦，我有移动光源。什么？制作一个打火石，等一下，打火石，现在你好像可以做，等一下，我知道，我干扰你，我没办法做啊，你有铁，你只要有历史就可以了，我要干扰你，你走开啦，不要，你走开，搞不好你可以抢我打，抢我的历史啊，对不对？没有啊，对，我就是要抢你的历史啊，你不能哦，你走开哦，不是，我怎么没有历史啊？这图怎么没有历史呢？对不对？啊！怎么？欸、这很难挖、欸。你走开啦！我跟你讲，我觉得下一个是泡到水里，我要泡到水里。好，你信不信？我也泡在水。你信吗？你是不是信泡在水里？是，你觉得？应该是吧。挖铁矿。啊！怎么是挖铁？等一下。其实你是不是有铁矿？我有铁矿。那、啊、你不会放出来挖啊、哦？他要那个铁矿啊，还有你挖那个方块。对 啊，你不是你烧了 啊？我没烧，我有原矿啊。你放出来是挖不就好了？不行，那个不是哦，我那个不是方块哦，你先不要急哦。啊，你那个是铁原矿哦。我找到，我看到，我比你快，我绝对比你快。哎呀，你怎么这么垃圾？鬼买的下。哎呦。牛奶，你有那桶牛奶，好像不行，欸、好像可以。你有铁，你那么多铁哦。我有铁，我有4个铁。
正好你已经有铁桶了，啊，我的还要烧、欸。我没有铁桶啊，我还没做、啊。六十秒，我觉得应该来不及。如果要烧三个，没有，重点是这里没有牛、哦。这个就那么穷、啊，这个是运气游戏，没牛啊。就算我、哎、我上没喝啊，但因为我没看到牛。上帝不眷顾你、啊。哎哎，怎么这样？先来硬的啦，好不好？怎么会这样啊，片头？白痴哦！怎么会这样啊，片头？会这样？你是不懂哎、欸！哎哎哎！怎么了？冷静点！我很冷静啊！我很冷静啊！白痴哦！怎么会这样啊？现在什么？攀爬？白痴，我没有楼梯了，哭了。你是把梯子丢了、哦？对，我把它用掉了。用掉？对，我用掉了，制作一个铁靴子、啊。等一下，你要输了，你这绝对输。哎！哎！哎！那你这就挖一个不就好了？你这个就太垃圾了。不行啦！啊，你不是要干扰你？你这个就太垃圾了。你在干扰我，不是互相干扰，听懂？啊，那个是因为你我要阻止你，对不对？没有，我要来阻止你。我还是有机会的，好吗？真的？对，我还是有机会的。你要怎么有机会？啊，我烧就我只要烧就有啊！你给我走开哦！好了，我们一起挖铁嘛，可以了。等一下僵尸在追我、欸、搞不好那是僵尸就是下一个任务你说僵尸好了片我不拿了反正你来不及了欸你干嘛你打死他干嘛啊搞不好打死他就可以那个理想太美了欸来不及了啦我觉得我们离远一点不互相干扰不是很好啊不行啊制作一个毕业证好像来不及烧哦还是你有挖桶我有桶你有挖桶哦有啊那我来干扰你了我来烧了我要来干扰你了我在烧了我在烧了我在他们要叫我要来干扰你了走开啦哎、欸、我被吸到可恶哎、欸、等一下我发现就是你为什么我有19个桶啊我怎么知道这个烧三个好像来不及一个要烧不行来不及八三二十四剩三十秒然后你再追我我就不烧啊我就不烧哎、欸、我没有十五了啊怎么这样啊你去踩农田了好了我还是烧一下但应该来不及你好垃圾哦！你一直不给我做东西。哎，你不要干我桶哦！哎，我就只拿你一个铁，你全干走是怎样？你不觉得这样很没品吗？好，没关系，反正你也来不及，对不对？啊，又没关系，我可以先烧，搞不好等下会用到。啊，我这里也有桶，我可以先烧啊。我现在烧已经比你快了，对不对？搞不好不一定啊。敲钟，敲钟。我比你快，我绝对比你快，在下面。哎，王月，真的假的啦？真的假的啦？啊，你找到？哎，怎么那么垃圾啊？我把钟带走，但你就不能敲了。我是觉得没那么容易出钟啊。杀一只羊。羊。我是没看到羊啊。羊。你在附近看到羊吗？你这样讲，感觉就你有看到。没有，我这边就没看到羊，我看到牛。还有，哎、欸，真的没样哎、欸，为什么？为什么没有？真的没样哎、欸，为什么、啊？为什么没有样？啊，他就真的没样啊！算了、啊，我放弃，我决定我要在这边守寡无子，你慢慢找，找到算你的，好不好？我看羊，哎、欸，你是认真的假的？这样都找到羊？我看羊，应该来得及。那就让给你啊，那你，谁？哎呀。怎么这样？来，下一个。啊！一个蛋把鸡杀死，什么意思？蛋？有没有蛋啊？我是没看到鸡的、啊。我也没看到鸡啊。啊，你有看到鸡蛋啊？啊，没有啊。啊，应该没那么快掉。那这个应该没有。对啊，它鸡不是五分钟还是十分钟才掉？我忘了。我记得我之前那个都花蛮久，你知道吗？没差，我现在就收集一些物资。
哎呀，哎，为什么你有？为什么？我刚捡到的。白痴哦！啊，我刚就捡到啊。丢一颗中间 啊，这不可能啊！收集资源啊，我们就和平好不好？这个就真的没办法，有时候也没办法那个啊，对不对？对。啊，你刚是在水里面找东西啊？啊，没有啊。啊，没有，为什么？为什么我要在水里面找东西？啊，不然你刚刚怎么在那么低？你看你在挖矿。啊，我在挖一些石头之类的。挖石头，你真的很有闲情逸致。我在游泳哦。啊？我看你在游泳。你怎么会知道我在游泳？去那个地方。我就看一下这有什么。哦，这有一只猫哎。啊，这里面你东西拿过了？没有，我没拿过。哇，一堆垃圾，怎样啊？真的，你很想拿垃圾是不是？啊，我想说会不会有什么金或者是食物？他给我一堆煤炭。捡起一个熔岩块。我记得没有熔岩块。等一下，你那个是那个、欸？那个、是你那个遗迹有哎、欸？那个遗迹没有熔岩块？会有，会有，会有。啊，我就看到就没有啊。哦、真的、哦、好了，不然我再去看一次嘛。虽然不行不行，你不要过去了，你不要过去了，你不要过去了。我看一下嘛。哦，我记得是会有啊。这一种的好像没有，好像是要看运气耶。这一种的就刚好没有。哦，那可能要去地狱哦。等一下，地狱是不是？你是不是有啊？你不讲话了？对啊。哈哈哈哈哈！刚好。欸、我就说了嘛，肯定有、欸。哎、欸，完了，我现在在按很远哎、欸，完了。他是一只骷髅弓箭手。完了，哇，我离太远了。哦，你不要去哦，偏头不要、哦，这样是不好玩的，对不对？我想杀一只骷髅弓箭手而已。你不觉得这样就不好玩了吗？有什么意见吗？而且现在没有骷髅弓箭手，他给我苦力怕是三期啊。你找到、哦？我差点炸死。哇，你好会演戏哦，片头。不是，哎、欸，我没有看到骷髅弓箭手，完蛋了。你怎么没有看到骷髅弓箭手？我觉得你看到了。我没有，没看到。你每次这样子讲话，你都是有，懂吗？没有啊，我有我就杀他了，我还跟你在那边，对不对？啊，肯定你在找啊，对不对？我是在找啦，但我没看到。他不会在找，但是我没看到，他之前的都不见了，天哪、啊！对啊。啊，怎么都升苦力怕、啊？什么意思？都没有了啊，这个应该来不及了。好，我要再让自己变高。有必要吗？死亡？好像有点困难的。我好像可以。好。我、哦、什么？哎、欸，你东西不就喷了？是啊，我为了领先你，我喷了很多东西。啊！哇靠！挖煤矿。哎呀！哎呀，我这样死好像很亏、欸。啊，好像有一点，好像有一点。什么？用弓箭射出一个箭矢？哎、欸，这个不太行。我们有线吗？我没有哎、欸，这应该不太行。你去杀蜘蛛啊！啊，这种是没有蜘蛛可以给我杀。你不要跑过来挖我工作台、啊。我先叠高。好。还有什么？哎呦喂！这是什么鬼呀、啊？都这个啦、啊！你不觉得这个很扯吗？太扯！你来捞眼镜筒哎、欸！对对对，有事啊！我再刺杀一次。岩浆最快啊！是啊是啊是啊！而且我还可以拿岩浆去炭烤猪哎、欸！哦，可以食物，好爽！那我也来一桶，六铁桶。对呀、啊，火热东西耶！而且这个村庄是在一个孤岛上面。对、啊，它有边界、欸。我看到一个对我有帮助的东西。什么？现在过去。你又看到有用的东西了。我看到一艘沉船，但我不确定我可不可以拿到。你说钻石？之类的吧，可能可以拿到黄金铁之类的。哦。可是我这样很危险哎！如果你有任务的话，我赌嘛，我就赌。哎呀，哎、欸，就没兔子哦。我是有皮革了，我丢出去看看。没有太行。好吧。啊，你在沉船找东西吗？对啊。啊，你找什么？这个沉船。你找到食物、哦？其实很烂哎。啊，不就跟我那个一样？我找到一堆皮革，找到一堆煤炭。
然后来煤炭全部喷岩浆。我现在就去找你。那、啊、你找我又没用。搞不好找你有用啊。啊，我只是在这，我只是在工作台上而已啊。你说我整啊？奇怪的东西啊！你走开啦！干嘛？不要想捡我的东西哦。买了红玉。Hello， 干嘛把东西拿走？走开啦！那么怕吗？对呀、啊，完了。Yeah. 哦哟！啊！哎、啊，你不要挖我工作台哦！真的、啊，深吸一口气啊！我想要站在一个我觉得有可能会出的地方，我现在站在一个神秘地方，看一下，我们赌了，有没有？走，对在桶水，白痴哦！哎呀，这边没有水啊！哎呀，白痴！哎呀，这一箱桶我觉得要死了，我觉得我站在歪轴刚好一百。他、啊、靠我、欸、没有，欸、我按 F 3看坐标，看到，你知道吗？这个好像很难到哎、欸，这里78好像不够哎、欸，朋友你要拼哦，啊，你要拼哦，应该不太可能，因为剩只有六九，这里70，你、欸、不可能啊！你在比什么？你告诉人家你在干嘛？啊？你在干嘛？我只是在叠方块哎呀，我在干嘛？啊，你够、哦。应该够，那我也要学你，好像不够哎、欸，还是你到了，我到了，好，那我到不了，我放弃。哎呀，9-9，哎呀，啊，你不说你不行，超垃圾。啊，我刚好挖很多木头啊，我东西都准备好了，好，可以做到的东西我都准备好了，来来来。追分！跳，我要跳！哦哦，皮革马凯，皮革马凯怎么做啊？他要跟皮衣差不多。你那边有，你那边有很多皮革啊？哦，皮革你干嘛、啊？有经典吗？我在找神秘的东西。可是这也动作都被我杀光了，你干嘛、啊？你走开啊！啊，我看你要干嘛？我要回去我的秘密基地了。好，你回去你的秘密基地，我回来我的秘密基地。各回各家，好吗？好，也可以啊。我各自回。啊，你不是上来要找东西的吗？你找不到、啊，我找不到。没事，我又拿到一个关键道具。好，来。哎哎哎哎哎！来。你好，你来了。接下片头，完了，我觉得片头 ，nice， 是啊，为什么你会有玻璃啊？我先烧，哦，你有先